下班了，今天和老弟一起回来的，送下屋里去。好。老妈，你整些小土豆要咋吃啊？晚上要做啥呀？土豆猴咸菜。搁点豇豆，搁点辣椒。我还买肉了呢，再搁点肉。搁肉皮就行。这两天这豇豆没摘，这下是长这么快，长这么多。明天你晒点嘛，省着都老了。这玩意就得盯着摘。够，出来了。你走，把姐给拿对。哎，挑的这菜太粗的挑出来。老妈还劈了一把芹菜、香菜、豇豆和辣椒，都给它洗洗。洗好的豇豆从中间拦两刀，要不太长了。再少切里两块肉。肉皮有点少，家里有的话可以多放点肉皮。锅里添点水，刷锅。起锅烧油，放肉。肉跟肉皮下锅之后，烧扒了一会儿就得盛出来，然后放土豆再炒。刚才没录上啊，肉已经盛出来了，锅里现在就是土豆子。土豆必须给它扒了那焦黄的，然后抽巴的。土豆炒的差不多了，放之前兑好的调料，葱姜八角生抽老抽，少加点水。盛出来的肉和肉皮再倒里，盖锅先炖一会儿。锅里倒点油，老妈说得把辣椒和豆角用这小锅给炒炒，这样更好吃。辣椒炒的略微成虎皮状了，就盛出来。再放豇豆炒。土豆猴熟的差不多了，把炒好的豇豆、辣椒放里。芹菜、香菜，最后一步放盐调味儿，盖锅再焖五分钟就行。出锅装盘儿，盛饭小弟。你这肉皮感觉才好吃呢。老弟，你尝尝呗，那肉皮。嗯，